咱家哥姐都说海鲜不会做，你跟船长学学哈。起锅烧油，葱姜蒜下锅哈，来点老干妈，油太热了哈，给它扒拉扒拉。哎，油开以后，放入八爪鱼，哎，吃鲍鱼必须吃活的哈，再来个大竹节青，嘿嘿，下锅，慢慢一锅硬的啊，要还不想下来哈，扒拉扒拉。哥姐，其实做海鲜特别简单哈，来点料酒去去腥，来点老抽上上水，来点九尾鲜哈，再来点酱油酱醋哈，加点水，盖上锅盖焖上几分钟，给我点个红星，哥姐教你做海鲜。